大角星信息，关于简单的技巧快速释放压力，传导娜塔莉格拉森，翻译 Nick Chan。 问候，我们是大角星，我们作为一个集体能量前来，我们带来镶嵌着我们的振动本质频率的光和先进技术，我们带来我们的爱和真理，这样你可以拾起我们的能量和支持，来协助你通过扬升进程。很重要去认识到，此刻一切都在加速，时间即使是一个幻象也在加速，你的精神进化速度也在加快，你身体的震动也在加快。当一切加速，这意味着你在通过你的存在和旅程加速，尤其在地球上，这会看似压倒性，可能看似你明白了扬升的一个面向，甚至在你完结那个面向之前，另一个面向浮现被你认识到。你实现扬升的速度是合适的、恰当的，你会适应自己能量振动的加速。无论如何，有着阶段让你能够去适应振动。在这些阶段中，有时候你的身体和存在，甚至你的头脑和情感会体验到一些压力。你可能感到在你释放的能量中有着一个堵塞，你无法足够快速地释放振动、创伤、观念来跟上你振动的速度。这会创造困惑和压力，很重要去专注于释放不再服务你的能量。如果你已经进行精神进化有段时间，你会知道释放进程是不可或缺的，它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持续的进程。释放不需要的能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，值得鼓励，就像说很重要去刷牙。我们希望鼓励你伴随着简单的能量和观念去释放。首先，你能想象你的精神进化和扬升是很简单的吗？想象你可以理解旅程的每一个面向，它非常简单，你都不需要沉思它。它就这样简单，它简单的发生。想象作为简单的振动存在，甚至在你的精神进化中。简单的振动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持有一个知晓。简单的振动述说着我知道，我明白我在做什么，或我在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或我在创造什么。这会带来一个信念、信心、稳固。去想象你在伴随着简单的振动体验你的精神进化也是很美妙的，你知道并明白你需要去明白的一切。当你与这个振动对齐，你成为简单的振动和频率。伴随着简单，释放和放下不需要的能量会变得非常容易。因此，所有的压力、困惑被放下，你会意识到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很重要需要你去创造，什么很重要需要你去释放。你现实和存在中的一切与你的琐事，你希望创造的以及造物主对齐。伴随着简单的振动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释放。我们希望带来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。我们希望你去想象、感受、认识到需要被释放的一切。你可能明白需要被释放的面向、习惯、观点，或者不明白。想象这些需要被释放的能量是紧张、压力、困惑。我们邀请你尽可能地紧绷你的身体和存在，如果可以，在你保持紧绷的同时继续呼吸，意识到这就需要被释放的压力、困惑、堵塞、创伤等等。当你呼气，让你的身体和存在放松，每次你深深地呼气，你会在你的身体、所有身体部位中，创造一个更深度的放松。一旦你感到你深度放松了，就把你的注意力再次带回紧张，再次紧绷你的身体和存在，
当你感到准备好，只在你感到准备好了之后，再下一次呼气，放松你的身体，在每次呼气都这么做，再次返回身体中的紧张，继续这个循环，邀请你的身体和存在保持住紧张，然后释放，你的身体和存在会感到放松，你会认识到那个紧张，更重要的，不需要的能量被释放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方法来释放能量，尤其是你意识到的能量和没有意识到的能量。当你紧绷你的身体，你可能会发现你的身体确实紧绷绷的，即使在你释放后，这是因为你给予了你的身体一个命令，它不会再保持相同的能量或影响，它会感到好似你在紧绷你的身体，仅此而已。我们在致力于人类的扬升，所以我们希望鼓励你去进行这个简单的练习，我们称为伟大的释放。当你准备好，你可以呼唤我们来支持你这么做，因为靠你自己为了所有人的益处去这么做并不恰当。述说你希望为了所有人的益处去进行伟大的释放来协助扬升。当你述说这些，想象你在拥抱所有人，地球的所有面相，你就成为了所有人，地球的所有面相。你没有拾取能量，你只是与它连接，紧绷你的存在，然后当你准备好，只在你准备好了之后，呼气，释放，放松，放下一切，继续进程，直到完成，直到你感到进程完成。你可能会发现你希望专注于某个与世界相关的主题，因为这会比较容易。很重要去为此腾出时间，如果你希望为了世界的益处实现它。这就是伟大的释放，伴随着简单的震动，由大角星指引。服务你，支持你通过你的扬升是一个荣誉。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是大角星。谢谢收听。感恩祝福。